我学习瑜伽已经30年了。对啊，那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要做一场瑜伽的一个养生的示范表演。那当然我们知道练习瑜伽对于养生跟我们身体的雕塑身材啊，跟那个身体强化内脏啊、等等都非常有帮助。瑜伽店才可以学瑜伽。这个男女老幼都可以，只要你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来学。骨头都硬掉了也可以学哦。那当然都可以啊，因为瑜伽不像说我们看到了难度那么高的一个弯腰，还是一个拉筋，事实上它有很多都是一些比较简单一些体操，配合呼吸所引起的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。好，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。好，谢谢。
空间仿佛停止了，身体不再有恐惧，内心充满了无限自信的喜悦。你一定感叹，为什么别人的柔软度那么好？透过了瑜伽的动作练习，将专注力移转到内在，除去非常多的自私，非常多的执着，身体自然会变得放松且柔软。你一定要相信，这所有的瑜伽动作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你的柔软度一定会跟他们一样的好。如果你还在犹豫，请加入瑜伽的行列。没有一个人的身体是完美无瑕疵的，一定要接受这个不完美的事实。无论是长短脚、高低骨盆、膝盖曾经受过伤、脚踝疼痛，借由瑜伽的动作锻炼，一定能够找回失去的健康。你一定要相信我们，我们的年龄都非常大了，平均起来有45岁，45岁还拥有这么纤细的身材，还有那么美丽的容貌，都是瑜伽带给我们的。再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圆满的瑜伽，就是你付诸于实际生活中的行动，也就是说，你想去做，就一定要去做。你去做，一定要诚实的面对你自己。所有的瑜伽动作都能提升内分泌，使内脏的功能正常运作。瑜伽缓慢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有帮助，不论你的年龄，不论你的身材，不论你是否有肥胖过瘦的问题，都能让你身心获得舒缓。人如果有快乐的内心，就会有快乐的每一天。运